宝贝在哪儿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找一找吧。这个车咋这么漂亮呢？这小宝贝是不是在这个车里呢？快出来吧，小宝贝。哟，我的天哪，这小宝贝咋长这样子啊？找到他的武器。这你拿着这是什么呀？棒棒糖吗？是不是这里藏着你的武器啊？哎呀，这谁呀？这谁？好像孙悟空，又不是。看着好眼熟。找到咖啡。这谁？这是小松鼠吗？小松鼠在干嘛呢？在上厕所。咖啡在哪儿呢？在你肚子里面呢？不是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竟然被你拉了出来，这还能吃了吗？路障正确的样子，这不正确吗？我觉得这挺正确的呀。来擦一擦。哦，这上面是有白道的，而且没有尖尖。哎呦，谁家小孩啊，咋这么调皮呢？你说这大冷天的，你咋把舌头还给冻上了呢？啊，冻着铁上了呢？快赶紧拯救拯救啊，赶紧把这个铁棍给它擦掉擦掉。哎呀，这舌头还能要了吗？帮他挖到钻石，这不是大石头吗？大石头不行，这里有钻石。哎，快赶紧挖挖挖，这钻石咋这么漂亮呢？你不能自己一个人独吞了呀，你得分我一份。找到粉红豹，这只有一个大老虎，没有粉红豹。我们来擦一擦啊，原来呀，这大老虎就是粉红豹伪装出来的。哦，让我来找到小鸡，这不是鸡蛋吗？我知道了，那小鸡肯定在这鸡蛋里呢。这谁呀？这不是小鸡，这是熊熊。不对不对，这个里面呢？啊，这好像是小狗。这个里也不是，这个里也不是，这个是吧？我觉得这个就是小鸡。你快出来，快出来！哎，啥情况？它咋不出来呢？你快出来呀！我觉得它就是小鸡呀！快出来呀！什么情况啊？